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11月18号，我们今天来到蓬莱溪自然生态园区。此生态园区呢，又称为蓬莱溪护渔步道，位于苗栗县南庄乡124县道 34.5 公里处。此步道呢，沿着蓬莱溪往南向而行，沿途呢，树木林立，并没有感觉到炎热。一路上步道都很平坦，上坡的地方并不多，停车位也蛮多的，适合假日全家大小来这边走走。但是为了游客安全，现在这边禁止戏水，禁止捕鱼，还有垂钓。但是还可以看到溪里面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鱼。沿路上呢，也有许多贴心的小提醒，例如步行的进度，还有许多介绍蓬莱溪步道的告示牌，还有各种植物的名称，以及这边会出现的动物，例如鸟类、鱼类等等。要提醒一下的是，这边呢会有猴群出没，所以单独前往的话，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。沿路上呢，也有许多座椅提供给游客们休息。那此影片就简单的分享给大家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